不起。这是道歉呢？啊，诚恳点。对不起。这就对了，你好好向你哥哥学习，欣欣好好教他啊。要不是看在你爸给我签名足球的份上，我绝不饶你。什么呀，我爸那是糊弄你。什么糊弄？就那个签名足球是个山寨版的。说什么的？那是我爸模仿人家的笔迹给你签的。你骗谁呢？真的，要骗你我是小狗。怎么了？你问他。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在那胡峰这儿，他进来拿足球就砸我。为什么呀？那足球是假的。师傅，你机场去不去啊？我有点问题，不去了。那去机场得多少钱呢？多少钱我哪知道，这得看表啊。那给你250，你去不去啊？才250。行啊，今儿活不错啊，机场都不去了。刚赚够份儿钱。你是想回家和嫂子乐呵的吧？还乐呢，我都没地方哭去。打住，拉倒吧你啊！自打你结婚之后，那是极度的重色轻友，娶了老婆，把我们哥俩全忘了。得，我没工夫跟他扯，快，改天我请你吃饭。哎，我今儿有工夫，今儿就算了。就知道你会这样，回家又想着老孩子热炕头了吧？哎，对，你一提台孩子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还真得求你给我办点事儿。我就知道碰你没好事。不，这回一准是好事。什么好事？就发挥你才能的事儿。哎，你无论如何给哥们弄一足球来。你没事吧你？满大街哪没卖足球的？那我还不知道，足球我提供，你找一个那个明星给我签点字儿什么的。我足球圈又不认识人，你怎么不认识？你不说拉过人家那个国安那个主教练黄元帅吗？还黄香蕉呢，人叫洪元硕。你看，这知道吧？我那个名儿都知道。我跟你讲啊，让他找一帮队员给我签个名，完了把那足球给我，我就十万火急。我跟人又没交情，你不跟我说你拉过他吗？就拉人家一回，我怎么找人家的呀？你说他要给你足球票，完了你看足球了吗？人家就这么一说，咱们这么一听，我还真找人家的。你就吹吧，你吹，回的。这不是跟你学的吗？跟我学什么学？你找你正经事儿就完了。谢谢。你在那边住的习惯了。还有那个周爸爸对你好不好？不好，他就是嘴上功夫，还是个骗子。欣欣，别瞎说啊。我没瞎说，本来就是他拿个山寨版的足球骗我。这儿，那怎么回事？哎呀，爸，一两句说不清楚。本意是好的，但结果不太好。爷，我不想回周家住了，我跟你一块住吧。行，爷爷欢迎你。跟爷爷说说，他到底怎么骗你的？那个假的足球山寨版的，他自己签的名，他找人。欣欣今天就住这儿了。这不好吧？那当然这确实是我的问题，都怪我。做人要诚实，这是最起码的吧？是。哎呀，这不过来给你们赔礼道歉吗？都怪我，还以为能蒙混过关呢。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吧？我是这么想的，我不惜任何代价，哪怕粉身碎骨，我也给欣欣弄一个真的回来。你还贫是吧？不，我这是真心的，真的，我现在就接欣欣。哎，对，算了，让他陪陪爷爷也好。那我也得上去，我必须上去，我当面向他检讨，我让他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真的？真的。那一定得诚恳啊。那必须诚恳，我就带着一个诚恳的态度来的，
一是要诚恳，二是要深刻反省自己，深刻的检查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，这绝对要。你行了行了，那你去吧。那今天晚上就咱俩了，快去。小邢啊，看到没有？国安的隋东亮就在这里边，我刚刺探到的信儿。哪个呀？看你认识啊，兄弟。我天哪，拿去啊，拿去签名啊。净整这事儿，人家是大腕儿。什么叫大腕儿知道吗？你随便进人就给你签名了，开什么玩笑。你不是有面儿？我有什么面儿啊，哥？我这是听一客人刚才告诉我的，刚刺探到消息，人家我不认识啊。那怎么办呀？哎，你这么着，听我的，没错。谢谢兄弟，谢谢兄弟。不就是一顿炸酱面吗？没问题。抠死你，你就抠吧你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不管你了，你照我这说这个，绝对没问题。我先拉活来，我不跟你一块玩了，你扣着吧啊！我走了啊！谢谢兄弟。哎。抠吧你！可以扔过来的啊，是这样。你好，你好，那个我儿子吧，是你忠实的球迷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我呢，跟这儿都等了三个多小时了，就想让你给签个名。没问题。哎呀，太感人了，一点架都没有。哎呀，太平易近人了。应该的。哎呀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哎呀，太好了，谢谢。不用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谢谢。哎，不用。哎呀，快忙，打扰了啊。不用。溜溜在那儿好了一宿，搞定。赶紧吃，吃完了出车。来，珊珊，爸爸给你变个魔术。拿出来。瞧见没有，小战妈妈，按照钢琴的尺寸给你做了一个模型，拿去，好好练练。来试试。练好了，手感对了，爸给你买个真的。看看怎么着。凤总，你也别太上火。我能不上火吗？啊！黄世仁都坐我家门口了，我都要卖儿卖女了，我能不上火吗？我，要不然咱报警啊？你想办法。行。哎，昨儿跟供货商那边解决了吗？哎呦，冯总你就别提了，这帮人从中午就开始喝，我一直陪着，喝完酒啊还得去唱歌，然后还去桑拿，一直忙到后半夜2点多。您放心吧，那都解决完了。你辛苦了。
哎，你说，这那我先走了。